你要打过来，你不用在那边假设题。过去啊，你过来啊，我画一条线，你给我踩过来啊，我踩过去了，我踩过去了，我踩超过了了，我踩到日本去了了，我。飞弹要射好，他射到日本去，是白痴是不是啊？是白痴吗？不要一直在我这边洗说，哎，你不是要你先打过来，我才能上战场。我总不能现在直接闯进去海军陆战队，我要领枪。你领什么枪？领枪领弹呐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淡水河架机枪，我等共军来犯，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敢！妈的，不啦，炸死呀！只会听到一些弱智小粉红，连枪都没拿过，军服都没穿过。整天在里面打打打打打打打，神经病！我的 FB 就多了一些白痴跟弱智嘛，一些小粉红来这边刷嘛。昨天 po 一个建立比赛，今天给我刷了，里面刷了一些垃圾话。我跟你们大陆朋友讲一句话：要打快打啊！我会不会去当兵？我会不会领兵去打仗？你打过来了，我们才能证实嘛。台湾人不会去打你们中国人嘛？就是有你们这种流氓、无耻、当正义、下贱、霸凌别人，当做自己是。做对的事情，你还有那个脸？我就说过了嘛，你让我安安稳稳一辈子这样，我也过了一辈子。你让我提枪上战场，中了发子弹躺在那里，呜呼哀哉，死掉了，为国捐躯也是一个死法。你要打过来，你不用在那边假设题，你家怎么样？你家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哦，怎么样？你来啊？怎么样？你来啊？你过来啊？我过去啊？你过来啊？我画一条线，你给我踩过来啊？我踩过去了，我踩过去了，我还踩超过了了，我还踩到日本去了了，我。飞弹要射好，他射到日本去，是白痴是不是啊？是白痴吗？今天打这场仗死的一定不只是台湾人了、啊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、啊。哦，啊，你如果为了这样事情你要摧毁自己的国家，我也觉得 OK 划得来、啊。打仗要集结嘛，你集结的那一刻我们就集结嘛，啊，大家都来紧张嘛，武器大家都来买嘛，来射个够嘛，两边国力都来消耗嘛，人民都不要吃饭嘛，啊，最后爽到谁？爽到美国人嘛，啊，所以你有那么弱智吗？所以你们这小粉红是弱智吗？要打，赶快来打。这句话我好像18年讲到现在了啦，四年过去了，我又大了4岁，我又老了4岁，希望我有生之年呐、啊，可以看到你们提起勇气试试看，没有关系。就我所看，你们中共政权烂得跟坨屎一样，你敢打、哦，下台一鞠躬了啦！你想想看，他们这些人整天吃好住好用好，奴役人民这么舒服，敢动吗？不要一直在我这边洗说，哎，你不是要你先打过来，我才能上战场。我总不能现在直接闯进去海军陆战队，我要领枪。你领什么枪？领枪领弹呐、啊！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淡水河架机枪，我等共军来犯，我要证明给他看，我敢。然后我就被抓去关了。你以为台湾没法律啊？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啊！像你们这样子啊，神经病！你怎么？哎，馆长，你不是说要领兵打仗吗？中共台湾啊，去啊去啊！你打过来是不是啦？妈的，不啦，炸死呀！只会听到一些弱智小粉红，连。枪都没拿过，军服都没穿过，整天在里面打打打打打打打。解放军200万，台湾后裔后备军人超过200万，你知道吗？军服都没穿过，规则都不懂，军有军法，你以为是玩游戏啊？小粉红是弱智还是我不知道新粉是不是？还敢呛我？你嘴巴那么厉害，怎么哦？我昨天不是讲来啊，打打看啊，我没地上战场好不好？然后这边说。哎呦，你那么厉害，你怎么不签自愿意？你讲你妈妈十块钱，你没得做自愿意啊啦？免你来干咩讲？你当作我是遐李伟，还是议员？我的屁！